Hello， 各位啊，最近真的没什么庙会可以跑哦，特别又是上班特别多哦。今天我们轻轻松松，刚下了一场大雨啊，哦，现在非常凉快。我们要去那个三岛的妖宫那边去看一下。哦，听说他们最近因为开始在做这个翁酒了，哦，陆陆续续会有高杯定哦去拜尊桃，还去天宰有一场盛大的宴偶，几乎每个礼拜六日都会有哦。最近啊。而且听说昨天有这个嘎囧也来拜尊桃，可惜我昨天要上班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来去看一下这个宴偶。今天是开机去皇宫跟那个三官大帝庙来这边宴拜尊桃。哦，好久没有看宴偶了，非常抽啊！哦，各位都特别了，再跟他比一罐炸蟋蟀，哦，翻嘎，还有这个青蛙。真的是山珍海味啊！三岛妖宫里面有一个那个雕刻版的，雕刻版翁尊，栩栩如生啊！哦，哪里有妈祖？来看这个咱三岛妖宫的这个朱形，朱朝伟，三木王爷。王船在哪里？不然我在那边找了好一阵子。王船在这个庙旁边的小巷进去而已。哦，这里还蛮热闹的。哇，这里还有一场五告车操啊！这场是长官来代表的。哇，是很丰盛啊，壮观。王船就在这里面。哇，王船就在这里，好美啊！你看，哇，还有王船上的那些人物们都已经请上去了。可以看到那个各宫庙有宫来这边添宅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也这也算是在那个船上哦必需品。哦，所以这个代表柴哦，盐、油、米。哦，刚刚那边有酱油啊、糖啊那些都在那边。我靠，那啥！我靠，那啥！龙还蛇啊？以上今天哦，因为下一场大雨，非常的舒服，出来走一走。因为最近真的没有庙会啊，所以真的比较抱歉哦。尤其是最近我这个假日班就特别多哦，所以就是有这些热闹的话，就尽量出来拍给大家看。好，今天影片到这边哦，轻松的看而已哦，拜拜。